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。或于塔庙诸形象前，而设供养故，奉施灯明，乃至以少灯柱，或酥油涂燃，时以奉施，其名为照道之一阶，舍利弗。如此福德，非是一切声闻缘觉所能了知，唯佛如来乃能知也。舍利弗，求世报者，福德尚尔，何况以清净身乐心，不求果报，安住恭敬，相续无间念佛功德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生福德。舍利弗，照道一阶，福德尚尔，何况全照一阶道也，或二阶道，或三阶道，或四阶道，或即塔身一级、二级乃至多级、一面、二面乃至四面级佛形象。舍利弗，彼所燃灯，或时速灭，或风吹灭，或油尽灭，或柱尽灭，或炬尽灭，譬如猪笼以称会故，出云垂布，于中起殿，其以寻灭。舍利弗，如是少时于佛塔庙奉施灯明，若比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复于人不受戒者，为乐善故，护己身故，信佛法僧，如是少灯奉施福田，所得果报福德之具，唯佛能知。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魔、梵、沙门、婆罗门，乃至声闻、辟支佛等所不能知，如是燃少灯明，所受福报不可得说。彼施灯者，所得福聚无量无边，不可算数，唯有如来乃能了知。舍利弗，燃少灯明福德尚尔，不可算数，况我灭后于佛塔寺，若自坐，若教他坐，或燃一灯、二灯乃至多灯、香花、
阴脉，宝床，梵盖及于种种圣庙供养。彼施灯者，所得福聚无量无边，不可算数，唯有如来乃能了之。舍利弗，然少灯明福德上耳，不可算数，况我灭后于佛塔寺，若自作，若教他做，或燃一灯，二灯乃至多灯，香花、阴幔、宝床、梵盖及于种种圣庙供养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佛塔庙施灯明矣，临命终时得三种命，何等为三？一者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临命终时，先所作福兮皆现前，意念善法而不忘失。舍利弗，是为一名，因此便能念之，自己先于佛所植诸善业。复次，舍利弗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命中时，得如是念：我于佛像、塔庙等前，已曾供养，作是念已，心生踊跃。舍利弗，是为二名，因此便能起念佛诀。复次，舍利弗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命中时，见于众生奉行布施，见他坐椅，起如是念：我亦曾于佛之提所奉施灯明，我今亦当复行布施。念于布施，得心喜心，得喜心已，无有思苦。舍利弗，是为三明，因此便得念法之心。佛塔庙中布施灯明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于临终时，更复得见四种光明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于临终时，见于日轮圆满有出；二者，见净月轮圆满有出；三者，见诸天众一处而坐；四者，见于如来应正遍知坐菩提树，垂得菩提，自见己身，尊重如来，合十执掌，恭敬而住。舍利弗，
市民于佛塔庙布施灯已，顶命中时，得见如是四种光明。临命终时不时念，彼睹十方皆大明，见未曾有胜妙色，此是施灯之果报。于佛塔庙施灯明已，死便生于三十三天，生彼天已，于五种事而得清净。舍利弗，云何彼天于五种事而得清净？一者，得清净身；二者，于诸天中得殊胜威德；三者，常得清净念慧；四者，常得闻于称义之声；五者，所得眷属常称彼义，心得欣喜。舍利弗，是名彼天于五种事而得清净。若有众生于佛塔庙施灯明者，得于四种可乐之法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舍身；二者，资财；三者，大善；四者，智慧。舍利弗，若有众生于佛之提施灯明者，得如是等可乐之法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如来前见他施灯，性心清净，何时执掌，起随喜心，以此善根，得于八种增上之法，何等为八？一者，得增上色；二者，得增上眷属；三者，得增上戒；四者，于人天中得增上身；五者，得增上性；六者，得增上变；七者，得增上圣道；八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舍利弗，是名八种增上之法。若有众生奉施灯明，得十种功德。一者，照是如灯；二者，随所生处，肉眼不坏；三者，得于天眼；四者，于善恶法得善智慧；五者，除灭大碍；六者，得智慧明；七者，流转世间；
常不在于黑暗之处。八者，聚大福报。九者，命中升天。十者，速证涅槃。是名奉师登名，得十种功德。若复有人施灯供养佛舍利塔，或十功德，云何十种？一、肉眼清净；二、获尽天眼；三、离于三毒；四、得诸善法；五、聪明智慧；六、远离愚痴；七、不堕黑暗三途；八、尊贵自在；九、往生诸天；十、速证缘寂。如是功德，施灯供养佛舍利塔，过思圣报。佛在世时到人家，主人便闭门，不欲令愚人见佛。后世两目无所见，是故佛经欲发露，燃灯得天眼，亦得远见，亦得光明，坐住得好眼眶，与麻油膏得好童子，与火得势力，从事因缘得好眼与灯，后世得金银珍宝器。若师已灯明，其眼常清净；若师已音乐，得其声美妙；若师已卧具，或安隐快乐。若以饮食施，长寿好色力，便会多财宝，无病心安乐。若人施灯烛，演说清净道，迷者是正路，等爱是众生，厚德清净眼，明彻无障碍。若施于灯明，眼目常清净，尔时阿那律以记答言：常好施灯明，说法开化人，由是获天眼，动事无障碍。施灯明者，得明净眼，无诸病患。贫女难陀以贤善之心供灯，得佛受记，于
未来世当得作佛，名曰等光。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，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范贝教学，湛信法师教授，日期5月8日星期日，时间下午2点到5点，请提早报名。报名电话06-271-6616，06-271-6616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，方朝中老师教授，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，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，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，请提早报名。报名电话06-271-6616，06-271-6616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Thank you.
Thank you.